Gok Mak Nyak 是细数。大家好，我是 UNT。今天呢，咱们来学习民国北啊，对不起，我拿错稿了啊。这个在视频开始之前，咱们先做一个小说明兼科普。本视频的中古汉语拟音反映着南北朝时期读书人的共通口音，拟音方案采用的是 UNT 切韵朗读音。视频里的注音是国际音标，注意国际音标不等于我们平时见到的英语国际音标，英语国际音标只是国际音标用来给英语标音的一部分。古代运输记载的字音、现代方言材料还有历史语言学的理论都是中古汉语构拟的重要依据。音译学研究发展至今已经能很大程度上还原出中古汉语的面貌啦。中古汉语是有翘舌音的，今天的一些方言包括普通话较好的继承了中古汉语的平翘之别，这绝非什么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实际上普通话、北京话是胡话、满话、阿尔泰话汉语，这完全是谣言。哼，普通话是滦平话，也完全是谣言。没有哪个方言是古汉语，更没有哪个方言是正统汉语，各方言都是平等的兄弟姐妹哟。为什么 UNT 要用中古音读现代诗呢？因为这样更有趣儿啊。好，那咱们就开始正片吧。听歌，我就一定要听歌呀，要不然你来疼了，要不然你来疼了，要不然一切的幸运来疼了，要不然言语调来疼了，我变成我了，我在你的光，我在你的光，我在一切星宇的光，我在 X 光线的光，我在原有九的 energy 的总量，我飞奔，我远高，我年少，我像烈火一样的年少，我像大海一样的远高，我像灯火一样的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Brought not the bread, not sick, not the knit, not sheep, not the shed, not knit, not the sim com, not an unzing, ding, young bee brow, not an azik, shes, young bee brow, not an how gun, young bee brow. Nah, bien, yang aya, nah, bien, yang aya, not an a yell brow, well. Say, not.淡淡的一光，浸湿着海洋的心灵，心灵中了解星星，燃烧着黄昏一般的心火，用木面罩的般的白羊燃到淡淡的在我面前倒影，引我向灵墨的海边走，然一点点的暗香划我浸润，那心凉刮得天寒，那片那样的云雨莲花，那暖暖明快的明月呀，请家人告诉我的爱人给我，那眼中没有热面，那片那样的苗蕊心酸，那远没苗乡的女孩呀，请带去那幽渺的八音花啊。Bang， 等你一把手，我便一直难找远苗西边的天际，一抹斜阳，哪儿有蔷薇花的故乡，哪儿有金石的明星张扬，满屏呀，那些夕阳的清凉，小姐看你会缺到那西湖边疆，那干我牛得了我那姑娘，你请到我呀然安如呀。满江红，
今年春节元日中国379年，我爱红了，小时候人穿了衣，人大物经有的送小日中国370年，一转瞬一大一大总想月一句秀可得半年了，飘雪迹远山地南瑞北秀日家华表力人尽流本节不更远迹还日等蓝市民好归来人海人间日且公兄当得比人弄宁愿惜